拿到何昊天前进两分钟4-0，好球，比分现在4-0， ARK 还未得分，看看这次进攻要怎么打，进入状态有点慢，这家要出球，注意时间还有2秒的时间，篮板球往外打，这下出界，黑队球稳住稳住稳住，看来一上来之后，野路子虽然临时成军，但在场上打得更有章法，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3-3的战术，这下拦下，哎，好球，哎，董梦超再来2分，6-0的开局，对于野路子来说，这个开局有点野。0-6的开局对于阿克来说局势很不好，他们急需马上得分。李新南再给出来，该篮下1-2，要找到队友。过来过来过来，在底角位，快点！这一下3分没有投中，还有一个内线的无球的犯规。再来三，再来三。看来 AK 要注意一下自己场上的状态。你也进去，不要掩护，谁防你啊？稳住啊，稳住啊！还是野路子发球。还是同样的战术发起，在肘部撤到3分线外，这下第一个接球点，第二个接球点，陈泽文，这一下球是传出了界外。这个陈泽文，他是一下左手都不运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防守防守。不停的鼓励，后面后面，传出防守。我下手啊！来自北大的射手，也是 ARK 团队当中在外线的核心队员。这次李新南的三分没有，但篮下哦吼，在场上的专注力永远是你进攻最好的武器。这个篮板球拿到之后，还有一个2分加罚球，好球！我觉得他们能翻回来。ARK 开始吹起反击的号角。周大力身高191公分，体重86公斤，北京大学明星后卫。我们来看看他的这次罚篮。你试一试。加罚中，6-3，董梦超直接投，这球自己拿过来，篮下还是没有，手滑了一下。先锋，先锋，周大力再拿球，看看 ARK 的进攻。ARK， 周大力来单打董梦超，这一下球被防住。看看昊天，何昊天，这球3分的选择非常坚决，但没有投进。换换换，这么有意的投位能咋的？直接掉到了篮筐上，有点着急了。让何昊天再来一次 bingo， 昊天3分落下，9-3。分数来到了9-3，防守防守，比分拉到6分的差距，比赛时间还剩下3分56秒。ARK 会顶住压力吗？再来，时间3-2，转身进来，还是短了一点。董梦超这边无人看管，哎，犹豫一下给到陈泽文，陈泽文擅长1-1，再找侧翼昊天，黄起再来一个，何昊天 ，Let's go， 又是何昊天，连续2记3分，现在我热得发烫，将比分继续拉大。李新南的回应，这一下还是短了一点，何昊天再摘篮板。何昊天转身过掉，篮下晃动，再传出来，很冷静。哎，看看陈泽文，再分。董梦超点一下，后撤3分，短了，但是还有篮板。何昊天拿到，这次无人看管，再来一个 ，Let's go，Let's make it rain， 3分雨，这一下要吓到俩萧敬腾萧老师了。来吧，这样的比赛必须再来点声音，各位。这也太准了。开场3记3分，就我们真的场下都沸腾了，就 unbelievable。哎哎，暂停！杨明请求暂停。大雷被打懵了，你们这么投，谁不会打懵啊？其实可以慢慢打，时间太多了。可能也轻敌了，因为知道对方是刚组建的一支队伍嘛。不是，哎哎。你们先喝口水，咱不提技战术的问题，你们脸都白了，跑都跑不动啊！随便一晃，腿全是软的。你现在全是前场篮板，完了出来以后全是空位3分，你还哪有技战术可言？再一个，我不理解你们为什么挡拆都是外线之间挡拆呢？多找他去挡拆去，挡拆下顺，然后弱侧移动上来去找这些啊。
轮转，他们轮转出来的机会去新地间突破去，全在眼前摆弄来摆弄去，无球也是大，无球他吃球，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再一个防守实在来不及就可以换人，明白什么呀？别人一突他一补，攻一分过去，这边又冲出去，这边一突全是人家随机溜你们玩，实在来不及就换人就可以了。不要着急，咱们现在领先很多，然后呢时间对他们没有利，对咱们有利，所以呢就是做好防守，无限换，做好防守无限换，然后呢把篮板保护下来，来加油啊，一二三加油，还有三分钟，还有机会，别放弃，还有机会，没有事儿。好，暂停时间到，队员回到场下。来，各位，也用你们的掌声欢迎两队回来。新南欧力打一个，新南接，新南接，你接。周大力持球，以及南的掩护在右侧观察。好的，篮下这下跟进。哎，啊，迅速做出回应，篮下两分拿到，快速取得两分。这下何浩天。外线的篮板，再给到胡顶。看看大力作为 CUBA 的冠军，周大力这下三分没中，跟进自己两分拿到，有点配合了。对，哎，再来再来。陈泽文快速往内线的突破挑一个，还是没有。这段时间 ARK 开始起势，看看杨文尧在底角的三分球，篮板周大力拿到。篮下抢断，来自陈泽文和何浩天，给到董文超，前职业球员 NBL 球员，这一下犯规。浩天，时间控制一下。犯规，回到了14秒的进攻时间，还是野路子，手递手，看看。来挡一个，选择。这次面对杨文尧一个双面向，何浩天进来高高的找板，防守，这下投了一个 airball， 再给到杨文尧，这次机会能不能把握。ARK 连得七分，缩小差距，他们开始拿出他们的真实实力，比赛没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确定结果，这就是篮球的魅力。再来，被他们连追七分，暂停，孙指导请求暂停。领先这么多又打那么急干嘛呢？他们一开始强度太大了，没进了。何浩天累了，然后一口气摇下来。先坐。缓过来了。快了，打快了，慢一点。都没问题，就是你们现在体力有点不好，所以叫个暂停，让你们休息一下。对，好不好？然后你们好不容易拿下来一个球权，别拿着就投了，时间对咱们有利，对他们没有利。刚刚这个一秒就出手了。对，然后把节奏控制一下，不着急。第一个把篮板球先保证好，啊，得去抢。再一个外线有突破杀伤的时候，你要往里掖去。刚才那球是他俩谁底线突破的时候，你进去直接舔篮了，包括你往外弹什么。没必要，加油！来，加油！暂停时间到，继续比赛。目前比分10-15，落后的 ARK 会保持火热的手感继续追赶吗？来吧，各位，你们的声音是他们最大的动力，尖叫声在哪儿？往里落，各位，往里落。暂停回来之后，看看孙悦指导给到队伍的部署，第一次就打成反跑球。在肘部的侧翼助攻，浩天再拿两分。好的，想不到暂停回来 ，ARK 就漏掉了一个篮下的两分，那留给 ARK 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周大力篮下的反篮也中，防守回应。12-17，给到何浩天，看何浩天对上周大力，进来之后有身位，再中又是何浩天，19-12赛点，还有两分。杨文友背后运球，没有机会给到李新南，看看李新南把大哥调出来，大个子对大个子，这一下李新南放中，浩天这下找到传球被李新南断掉，ARK还有希望。哇，何浩天自己的失误自己就给抢回来，攻防两端全面表现，这个抢断对ARK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。黑色野路子这一方，他们现在领先着5分，30秒的剩余时间对ARK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压力。董梦超自己要2分来终结，没有何浩天，又是何浩天，
出手。但是篮板还在黑队这边 ，ARK 的篮板没有控制好，他们还有机会吗？陈泽文观察，还有5秒，4、3、2。